啊，你的盾牌呢？还有你的披风呢？我没有披风哎。我有。电脑枪。可是你还没有变身呢、啊。变身。嗯。还要枪哦。还要摸一下肚子枪这样子。哇，摸一下肚子变成霹雳神枪超人。哇、哦、你是牛魔王吗？还有两个脚哎。哇、哦。哇塞，这样你看得到我吗？看得到。那你看得到妈妈吗？看得到。那你看得到变变变吗？有。啊，哇，很帅，哇，真的是无敌超人是妈妈，巨人爸爸力气大。可爱小狗叫意义，哎，我把你吓跑了。那你还可以变成哪一个？还可以变成蜘蛛人，还可以变成台湾队长。可是蜘蛛人很难变耶。为什么很难变？因为你看他这样子都滑滑的。对呀、啊。都看不清楚，我的眉毛都会碰到这边。哦。太紧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哦。因为这个眼睛太小。太小了。这个眼睛这么大。哦。可以看到。这个比较好变了、哦。对啊。美国队长呢？美国队长也是啊。也很好变吗？变身。哇，这是无敌超级美国队长，那可以反过来变吗？好，变成咸蛋超人，变成咸蛋瘦肉粥，变成乒乒乒，无收税吧？那无收税吧在那里啊？咸蛋超人变身，那你的我拿一个武器给你，我怎么拿武器会有这个声音呢、啊？咸蛋超人拿着魔法魔棒，哇，无敌金箍棒变成孙悟空，哇，真的是很酷哎、欸，真的是很内裤的酷哎、欸，真的是裤子当头发、欸，那应该把裤子要当你的魔法头发，就变超帅的，哇塞，太酷了啊！真的是太酷啦！哇塞，又变回来了，变成螺旋面包超人说的。不是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意义。不是，是。